第四课，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Lesson 4. He recommended me for this job. 课文一，在教室。Text 1. In the classroom. 生日快乐，这是送给你的。是什么？是一本书吗？对，这本书是我写的。太谢谢你了。New words. 生日快乐给。课文二，在家里。Text 2. At home. 早上有你一个电话。电话是谁打的？不知道，是儿子接的。好，晚上我问一下儿子。New words. 接，晚上，问。课文三，在运动场。Text 3. On the playground. 你喜欢踢足球吗？非常喜欢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？我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，已经踢了10年了。New words. 非常，开始，已经。课文4，在公司。Text 4. In the company. 你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？已经2年多了，我是2011年来的。你认识谢先生吗？认识，我们是大学同学。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New words. 长，两，帮，介绍。句子的语法重音。一。Syntactic stress in a sentence. 1. 一。谓语重读。1. Stressing the predicate. 我学习汉语。他哥哥是一名医生。王小姐买了几件衣服。二，补语重读。Two, stressing the compliment. 他们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大卫打篮球打得非常好。今天的羊肉做得很好吃。